文化局的长官、文化中心的长官，大家好，还有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传统艺术类，去年台南展的得主，那我是做立体纸雕的，那这次参展呢，刚好把立体纸雕三种空间的样式呢都有展现出来，1D 的平面纸雕，就是有樱花或文龟有两件作品，有一个最长长度105公分的平面纸雕，那半立体纸雕呢，刚好以我左手面呢。那个墙壁整面的有龙生九子系列的作品啊，因为它是后面是有画框的，所以是一般来讲是半立体的纸雕。那剩下有8件呢，包括金箔的还有纸雕的作品，8件是全立体的，就是3D 的，刚好可以让观赏者可以一次看到1D、2D、3D 全部纸雕的展现。纸雕创作要用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啦。但是这种画作的东西就靠各位观赏者去细细品味我们的作品。那最后感谢呢，文化中心的相关人员，还有策展的徐老师的大力支持，好，谢谢。